至少没有人能够成为第二个断层风。好球，石伟这个助攻也传得轻松给路易士。但今天刚好碰到是想要抢第一名、稳住第一名的李唐元哈。石伟把失去的球再夺回来，抛进两分，两个。地板球送给苏伟，直接抛向篮筐，球被拨掉，再抛一个，有了。博朗刚球倒是相当准。小白只上来伺候苏伟，哇，哇，好球！那至少今天苏伟在跳。球来到奥迪的手上，这是他最擅长的位置。对，就是换防之后，加康手输好，输好切进去假动作，两名球员跳起来，再给弟弟苏伟抛向篮筐。今天他的抛投很有感觉。对，奥迪三分线外有，奥迪今天要不要去看 NBA 的赌盘？路易斯，这个苏伟球可惜了，攻击，受到 Washburn 干扰，再给苏伟，哦，空中直接传球给路易斯，刚这一球因为博朗一直没有。